各位同学，我是教数学的 Winston Chan， 今个学年会教中二到中三课程。中二中三很重要的，是一个基石，学得好一点对将来大家学 DSE 呢有很大帮助。而我课题呢有三个，明、通、熟，我会教得明明白白。课题里面有不同的内容，多角度分析，我和大家融会贯通。另外课后有很多练习，帮助大家能够熟能生巧。学习见啦！